疯了！他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不是，怎么还有二级学艺的呀，哥？ 这不来吗，哥？萨拉斯，杀神，得点杀神 King， 你到这杀他呀！你杀谁？杀神，看到解波线，残血再拉，残血攀升也不管了。恭喜这位观众中的奶茶，我要建议发一下你的支付宝啊，给兄弟们开个商店室，抽个大号，贴热心网友，不要妨碍我。扔个W，可以的，扔一下。 感谢初雨续杯的超粉 plus， 谢谢。假装回，这样让他推线，他推线的话，我就可以吃到。如果他把线控在中间，慢慢一个一个补的话，我有可能要被抓。英雄特性就是这样的，潘森、加里奥这些中路，你难打的不是1v1，这只是其中之一，更难打的是他可以配合打野，你会1v2、1v3。 他们活不长了。
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大刀可以使。他没闪，刚刚我上波看到他在下路放了。爽，于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哇，这节奏，炸裂！兄弟们，炸裂！给于 king 送出的超粉牛蛋。我从不妥协。对面全员大师，我们这边几个钻石，不过我们居然钻石的给对面拿捏了。傻瓜而现身，缺点伤害。怎么这么刮痧呀？这不，我有穿甲的呀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这是啥连招啊？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出奇制胜，用他的 ID， 很好。从不妥协。他们的骨头将成磨刀石。正义之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人而心生。他
不长了。游走于刀剑之上。反转的这么快吗？不要妨碍我。上路疯狂被单杀，下路被抓，中路被抓，打野再说。毫无意义。塞纳斯那英雄不是抓人的吗？哥，你怎么突然节奏卡住了？我从不妥协。他这个战绩，起码五分钟以前就是这个了。又是一句阴沟里。五分钟，甚至七分钟之前。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把要赢还挺简单的，说真的。
这挺简单。当我傻、欸、我从不妥协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应该复决吧。我晃他，把控一个距离。不过这波距离还是把控的有点差，有点差处啊，扛了一下塔。看得出来，他就是一直在假装回城，那要过来打把咱们勾引进防御塔吧？这不看出来了。大龙呗，我觉得大龙结束了。队友跟我说武器在我们蓝 buff， 我传送门下去，我只能往那里河道走。拿去拿去拿去！不要妨碍我！别管那些了，哥们，不要贪。就拿你的，我们一边拿着大龙，还要一边叫我们去小龙啊，那我们不就去送了吗？
不是啊，这早让你踢你不踢，难。差不多。中了他个E，闪现躲他这个啊，不然这波拆塔有危险。